Hello， 又见面了，欢迎来到本期的《王牌少年夹带中》，我是你们的王牌少年小宋。你知道那个手势怎么说吗？刚才那个手势是吧？什么？我来教一下你啊，王牌少年。啊，你自己发明的是吧？哦，这是啥意思？爱心吗？哦，加彩。王牌少年夹带中。太敷衍了。不是这个有点雷哈，就适合那种十几岁的小孩。我前一段时间跟迪哥组了一个组合，名叫宣扬开开。杨迪在哪里啊？宣扬哦，宣扬开开。你跟我们想个组合名吧。我俩组合名叫啥呀？组合无敌组合呀，无敌组合呀，无敌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的啊啊。但咱俩没有什么名起的不太顺。啥呀吧？啊啥呀？你的口头禅。所以我是。你是亚哈、啊、我是那个傻。我在网上看到过你一些搞笑的视频，我都没看到过你一些说错话的话。我结束了吧？输了。咱们一会儿结束。可以对他老婆说这句话，对他老婆也可以结束。不能结束，不结束。没有，当时这就是一个游戏嘛，为了让他们输。九妹九妹九妹的妹，谢谢我们。张杰。我在夜里思念你。这多长的视频，我冷汗都出来了。他姓周，周杰伦啊，周杰伦啊。他们家族的感情也非常的好。今天早上是宋亚轩的81岁的生日嘛？然后这个实在是也太离谱了，这个太离谱了，这个。但我以为没有人听到这个。你当时是杨迪给你讲的是吗？对啊。我还不知道呢，天哪！直接给我加了一倍，三倍，加了三倍，我冷汗都出来了。今天这个节目做的，没脸见人了都。啥呀？我问你问题啊，首先说，你每次点外卖最爱吃什么食物？酱香饼。什么东西啊？那是？没吃过吗？没吃过，不太喜欢吃馒头了哈。啊，也喜欢。那个，你最喜欢看什么动画片？国王特工。这是动画片吗？看过吗？那个呢？飞出个未来。没有啥呀？没看过。没看。你知道你扮熊大熊二，没想到真的会让你扮熊大熊二吗？我真没想到。王牌里如果可以 cos 你自己最想 cos 什么角色 ？cos 什么角色啊？熊大熊二。熊大，等等俺！一会儿光头强追上来了，俺可不怕。啊、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，保护森林啊，熊熊有责。我们当时就是录《青春环游记》的时候，让杨洋问杨洋你想扮什么，杨洋说想扮黑猫警长，真的吗？然后粉丝哇，黑猫警长，他扮那个粉丝都嗨了。啊、你说熊大熊二，粉丝都说宋亚轩说错话了，说不要满足宋亚轩的愿望，所有人底下都说他怕，然后后面看你必须扮熊大熊二，大家只能是不要往他脸上粘毛，他把你真的变成一只熊。你最喜欢粉丝对你的哪个称呼？称呼粉丝叫你，我看有叫你轩轩、小宋老师、树立、送木头，送木头啊，送人头，送人头。你喜欢粉丝叫你哪个？送人头啊，送人头。为啥叫我送人头？感觉很可爱。你有没有喜欢看的电影？我想想，你们不看电影对吧？我会看。你会看什么电影？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啊，真的啊？那你喜欢看什么书籍？《骆驼祥子》。什么东西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、啊。骆驼祥子主角是祥子。我都不敢想象跟你上面说那些动画片不在一个世界里。我的妈呀，你哪个瞬间觉得你自己说我太难了？吊威亚的时候。我有点恐高。哦，是吗？脚底没有东西。天哪，那是。你最喜欢听什么歌曲风格？ R&B。你最喜欢的数字是？二吧。好事成双。好事成双。最喜欢的颜色？最喜欢的颜色蓝色。最喜欢的水果是？水果吃栗子。你如果一定去无人岛，你会带谁？带杨迪哥。带杨迪，为什么？我想被笑死，不想被饿死。在这儿也没忘了杨迪。
默契值大考验，给出问题，两人在白板上写出答案，错误者接受锤子惩罚。我竟然也能参与这种嘉宾的活动了。吴彤导演最喜欢的口头禅。天哪，我自己答这个会不会有点了？来，三二一，刚聊完嘛，对吧？啥呀？其实并不是我的口头禅、啊，小宋的口头禅是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不是，小宋才是这样。不是被你带的，杨迪和对方掉水里，就哪一个？杨迪和对方掉水里啊？啥呀？是美好的一天吗？是谁说过的话？是美好的一天吗？我看你知不知道。这样去吧。是谁呀、啊？你说过这种话吗？我说过呀。你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我四年前说到的。是你的金句是吧？应该是吧。我可只知道别的金句。不知道这句。我们默契值考验结束，两人互相亲笔签名照。天哪，他真的写了我的大名。